把这个好，这也太实在了吧！快施法术，看看啊，石影宣读九嶷山校训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石影宣读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名场面，好不好？先来看一下。学法者何为？上通神明之德，堪为万物立心；下法四时之道，以整离原危难。怎么配下？若无此心，误入我门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你还需要？你还需要？啊，你说我当然不记得。但我记得拍这一场的时候的那个情景，我还记得。是什么样？就是我一个人站在那个阶梯上面，然后他们站在下面。我记得我们是同时拍的，就是上面拍，下面同时拍。然后这一段哇，太绝了。所以你一会儿还原的时候，你需要他们三位来配合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来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路到表演台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学法者何为？上通神明之德，堪为万物立心；下法四时之道，以整离原危难。若无此心，误入我门。哦，来，恭迎少司命回座。太难了。难吗？其实我觉得要背这些词是挺头疼的，而且。其实你台词量特别的大，那么多台词，然后都还很多是对，主要是那个石影的台词都比较的正经，文绉绉一些，正经。所以你要怎么去消化它呢？就是一直背，一直背，一直背，反复的背。就是没有办法硬背了。所以你到时候你背这些词的时候，你脑海当中就是像有那个提词器一样，它就会自动浮现出来，就背熟了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这样。